旺盖水姐，这里就是比较大的，还算居住环境比较好的，可是你一进来看就觉得这里是难民营啊。然后你走到里面，刚刚一进来就是破烂不堪。它一户大概十坪，这里算是比较好的地方。那个阿哥拢迄个暗门头拢一直掉下来。那个条啊啦，还有那个天花板，那个梁，那个梁座，嘿啦嘿。潮湿，敢破病啊？是不？破病大家嘛会啦。恁老大几个人啊？你感觉迄空间几平啊？有够大？嗯，啊无够大嘛是微微啊大啊。啊，几个厝里住几个人？住两个啦，三个啦。没有，三个。啊，几平？十平嘛，十平，十平最高啊，高点外啦，九点多。啊，你感觉做细间的嘛？啊，感觉是大家嘛是爱大间，啊无就大间啊。无通好大就大间。租出去给个二房东，但是我们政府租这样的住宅给人民，我们是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是常有人抱怨吧，对不对？然后都二房东帮忙解决。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本身我们那时候因为二十几间的那个部分，本身这里确实它因为是千间住宅的，当时是整改嘛，那就是公共安全的那个以前的应该是那个公共设施那种拆迁的安置户嘛，那早期盖这些住宅是都比较小，那比较小部分，那五楼部分是原本是环保局的宿舍，好，那因为收陆续收回来之后，那我们因为它本身就是做住宅使用，那我们觉得换那点蛮可惜的，所以我们采用标注的方式，那标注的方式的话，那就透过同意转租的方式由他们来做统一的管理。一个月租金12万呢，但是以我来看，政府不应该是出租这样的住宅给人民，政府应该是把它收回来，我们好好的想一个解决方式。我想这部分，因为它这里目前跟住都有在辅导他们做一个更新的一个处理了。那这个部分，因为它整个整宅部分其实都已经那个，其实一到四楼部分，其实五楼一部分是公有，其他大部分全部都是私人的住宅嘛。那土地也都出售出去了。那这部分的话，未来就是由跟住都辅导他们成立一个更新组织，来推动这个整个后续的更新。已经辅导了11年了。因为确实这个不、没有用，对啦。啊，内面带五个，这边带五个，安怎困？安尼困要安怎困？厝头较困啊。几个人困做伙？要安怎困？几个人困做伙？房间困四个啊，啊一个困外口啊，安尼啊，安尼十个人。就细间的吼。对啊，啊一边五个。啊，一边大，一边困五个。啊，袂安怎？啊，阮即摆两个去租伫外口啊，租套房啊，无多啊，住袂落，囡仔大汉啦，对啊。啊，袂安怎？啊，袂安怎？唔知袂安怎？我唔知道。你才住偌久啊？哦，我住几年？我住40几年咧。去就住遮。才出去好就住。哦，你第一批。还未起好时，我就共买款的啊。哦。有想要换大楼无？有哦，大楼暗着看有在楼无？安怎讲？啊，无钱要多住大楼。对啦，啊，都更会议咱都有参加啦，对不对？有说有，有说没有。我无进无咯，无进我都无好啊。是不是应该政府来斗三工？可以啊，啥物拢替我斗三工啊，我做会到嘛，对无？啊，厝卖起啊，互阮会大哩啦，袂使我像遮细间啊。阮当初买嘛，毋知遮细间啊。诶，后来才知道的。我来遮上辛苦是啥物？环境无好。鸟鼠有做侪无？有。嘿，啊有老鸟无？有漏水，有。安怎漏啊？安怎漏？袂当入看。啊，落雨天嘞。啊，落雨天哦，落雨天伊嘛是漏啊，也袂当看，即阵袂当恁入去。哈哈哈。伫伫内底袂当入去。啊，伊隔壁间内底。嘿，隔壁间内底。哦哦，安尼。诶，迄上面拢会漏落来，啊，阮即间诶，迄个一边嘛袂当，你嘛看袂着，伊嘛漏落来，土嘛漏落来，啊，土嘛漏落来。那我们再咨询过郝市长，是有关于这个兰州国宅，这里是斯文三期，斯文三期是民国60几年所盖的，到现在50年了。那郝市长喊出一坪换一坪，其实我们乐见一坪换多坪都没有用，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现在痛苦的是，这里活像台北市的难民营，一坪换多坪，其实都没有办法协助我们的现住户，让我们这一片像难民营一样的整宅哦，它叫整建住宅，都没有办法协助他们完成都市更新，因为这里是限建限高区，所以你再给他再高的容积率哦，一样都很难盖。而且我们在这里已经举办都更座谈会，办过非常多次了，有高达七成以上的住民愿意都更，可是老天爷啊，中央跟地方的政府有谁能救救我们，让我们这个地方免于贫困？
那我们这里哦，不必说七坪的房子，几个五个人、十个人，三代同堂住在里面，里面就像垃圾堆，像难民营一样。难道这就是台北人的生活吗？我们台北市贫富差距这么大，隔壁就是一坪七十万、一坪百万的房子，可是在这里面呢，像是难民营的破落户啊，走进去到处都垃圾、蚂蚁、蟑螂，人民怎么生活呢？所以我希望这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课题，包括我们这里要不要限建。那我们再限建下去，这里怎么办？怎么翻身呢？最了解情况的是我们斯文里的江雪清江里长。谢谢各位哈，因为我在这边观察了很久哈，因为每次每个市长、每个长官来都说好要建，那建都卡在行高的问题，也卡在说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低收入户比较多，所以每次厂商要来重建的话。因为他厂商一定建超三四十坪的房子嘛，那我们一点七啊，或者换一点七啊，十坪换一点七，十七坪，那我们这边住还是要负担二十坪的那个房子的坪数嘛，所以他们就负担不起。所以我是想说跟那个议员哦，跟我们未来的立委哈，那想说以后是不是政府赶快来介入，哦，政府介入把这个比照那个军券啊，起缓吼，啊来给我们起起来，安尼就会解决了嘛。啊，不，大家拢悬在，因为这些厝吼拢老了，每个人都住不下去了，哦，而且里面低收入户一平来对吼，啊，有十个人在住，啊，有一间厝有十个人在住，啊，我们这边都是单亲家庭的，啊，老人，哦，啊，所以讲政府也要关心，进来给我们关心，哦，我们政府也大家吼已经安尼。已经在那等哦，等超二三十年了吼，啊，已经无一个解决。希望说这一次哈，啊，拜托大家吼，咱做伙来解决，好不好？谢谢。好，非常感谢那个简议员还有江里长啊。其实我觉得困难的事情啊，才需要政府来解决了。我看到郝龙斌在回答简议员的质询的时候说，这个地方是因为有就很多的住户不同意啊。但是其实这个地方有40%啊，是70%同意，70%同意哈。但是这地方有40%是政府的公有地，其实市政府应该更有魄力、更有远见来主导这一切哈。那么不要说到今年已经都十几年过去了，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体检，结果郝市长到今天还说今年以前要完成体检，这样的一个效率啊，这样的一个速度，其实人民不会满意。好，那我们真的很期待啊，现在还。这个体检之后，政府的效能展示出来，政府的眼光展现出来。其实，在隔壁旁边，就是黄金的地段。那么，把这个地方，这个摆在黄金上面，其实是政府最大的浪费。那这个人民期待的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待会儿简议员还有江里长带大家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希望从这一次开始，不要大家都只是来看看。以上。我补充啊，2000年的时候，就是马英九马市长就说这个地方要列为整建的重点啊。然后郝市长任内也很认真，一坪换一坪，也来过这里三次。可是总共过了11年了，这里无声无息，一样人民是过着很辛苦的日子哦。我们发展局的驻管科吴科长。是吧？吴金龙科长，对对对。哎，科长，我们这里是，我记得我们这里是列为整宅的重点区，对不对？我跟那个各位报告一下哈，那基本上我们所谓兰州国宅，这个国宅是不是国宅？我们所谓的国宅应该是说依国民住宅条例所新建的叫做国民住宅哈，那它有这一小坪数的限制。但是我们这一批哈，像整宅全台北市有23处，那大同区大概有4处的哈，就斯文里1、2、3期跟这个兰州国宅哈。那个这个整宅大概都是民国65年左右新建的，那时候是为了公共工程拆迁，然后安置大批的拆迁户，那里面的坪数大概都是只有8坪到12坪，那个品质不是很好，而且经过了那么多年哈，那个大概有些各位也可以看得到这种状况，那个实质环境的品质状况是真的不是很好，所以急需要来改建哈。那这个在目前局里的分工哈，大概就是由更新处那边来协助他们尽早拆除重建。所以我们这里都没有经费了，对不对？对，但是更新处这边有一个补助的经费，他们提出要做一些，比方说做一些规划或者是
它有融资，更新基金里面有边融资可以由他们来申请。那是不是因为今天更新处有派代表过来？是不是这个部分请？对，与你无关啊。请更新处这边来说。对，那我们请更新处的技术师哦，王雅萱王小姐，年轻。这个案子其实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了，杜根开过五六次以上。这个部分哈、哦，在整个事件，再深一点。在整个斯文里的部分啊，现在有斯文里二期跟三期，他们都已经有成立更新会。那市政府也在九十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有积极协助他们成立更新会。那也在经费上面有提供相当多的补助。那在98年年初的时候呢，因为刚刚里长这边也有提到说他们有这个容积上限的问题啊，那所以我们在九十八年年初的时候呢，有帮他们这个23处整宅都划为这个策略性地区。提升他们的容积奖励。那在这样的一个容积奖励之下，斯文里又非常的特别，他们有所谓的行高限制。那因此在我们郝市长有推出4-5层楼专案的部分，也有特别去协助斯文里二期跟三期，他们就这个4-5层楼专案的部分去进行一个事业计划的转。可是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办法的进步？就是因为行高限制嘛。是，那因为原本的话是容积奖励的问题啦。那就我们这边所了解，其实他们住户对于更新后的奖励值，更新后的这个容积也有一些更多的需求，所以目前也一直积极在协助他们整合他们内部的意见。说很积极，可是上次开会是什么时候？今年年初有针对斯文里三期，你们内部开会对不对？特别邀请他们的这个更新会来到更新处这边啦，那有做这个技术上的协助，没有用吧？你的容积奖励已经到1.7倍了，已经超过一坪换一坪了嘛，对不对？也没有用的嘛，因为你光靠人民是盖不起来的、啊。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来帮忙，要不然我们选政府做什么？